我叫王耀庆。我是杨超越。老师们好，我是 RYCU RISE 翟潇文，可以叫我杨迪。我叫乔山。我是薛之谦，我今天来面试神奇公司的员工。你这次最想面试的岗位是什么？这个公司的二把手。我最想面试的岗位是前台。前台。我想面试咱们公司策划呀、公关呀，然后还有这个创意的这方面的工作。这么说吧，露脸的岗位。好的，感谢你的面试。我什么时候能得到那个通知呢？就是我中没中 ？HR 一会儿会通知你。谢谢。今天是去神奇公司上班的第一天，希望在接下来的日子里，真的能帮助到需要帮助的人。在这个时代，你要去哪里实现你自己？你的热血沸腾着你，沸腾你的青春期。